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好勾！你们要能连这个卡莎都打不死，你们就别玩了，真的。枯萎，给个人头，我都学枯萎了，这不给我个人头，给我杀赵信！啊！我的第二个人头。谢谢秋月明轩。感谢繁华殆尽尽世。我都枯萎了。伤悲到来。洛克萨斯之手是不是搁我屁股后头呢？枯萎，哈哈，软弱无力，软弱无力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骂！配音不能可爱点吗？会有狗叫的。没听见吗？刚才先听听啊。这是狗叫吗？这不是，一会儿会有的。我有软弱无力，来，听见了吗？软弱无力，拉我哈，好，疾跑开起来，重锤。给我杀了，这抠的！你这干哈呢？你为啥不打了呀？软弱无力，上来呀！你等人技能好呢？别抓了，行不行？求你了，拉倒。求你了，别抓了，不用你了，行不行？我不用你了还不行吗？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还有一分钟开奖了，兄弟们！谢谢小龙的飞机，谢谢龙哥的飞机。挂扣，谢谢一闪 RPEW 血牛成河的飞机，谢谢血牛成河的飞机啊！听见了吗？小狗，对呀，我脑袋上是个小狗。让我扣个十二长，还有十秒钟开奖，十秒钟开奖了啊！来一个飞机就给参与们抽奖了，有没有偷塔的？谢谢五五七，谢谢水波，谢谢五五七，谢谢猴哥，你看我长吗？谢谢猴哥，你看我长吗？枯萎。这家伙，我有皮海，你有吗？救！快救救！枯萎，哇，一边铲，杀，漂亮，再杀吸血鬼！哎呀，这抠啊！好像杀不了了吧？嘲讽住！哎，这小兵啊！哎呀，这小兵啊！我真是服了！这是什么小兵啊？这是
真难呐、啊！差了100块钱。你把声音调小一点吧。Shut down。来瓶药吧。小兵人给我卡住了。我们才扣了60个，现在其实我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。少了12层，操！亏了得了，来个12层。我有爆破没？回家，我们先来吸地海哦。先来个吸地海。没有破晓。25的吸地，你说三项也行呗。他好像有闪现啊，但是他没有疾跑。哎呀，这抠的伤害挺低呀、啊。我们附个 W 吧。吃几层塔皮。落手不压我呀，落手要出啥呀，要出三项啊。我不抠你吗？怎么老差一下呢？这抠！嗯？哎，信哥来了。快过来呀，我先把你信哥给他抠死，先等一下子。好了，不漂亮，那蛤子来慢一点，黄瓜菜都凉了。24层，赶紧推吧，我多吃几层塔皮，我能发育的再快点。
我就不在这抠兵了。本来我是想多抠他几层的，但是算了，既然我都能吃塔皮，我为什么要非得抠呢？你们说出三项还是出分离者？他还没用大呢。等一下啊，这波其实可以杀。五秒，三秒，再抠 W A 抠抠抠抠抠抠，抠，哎呦我舒服。把这塔给他抠没了，抠！这个版本狗头分离者是两个英雄，哎呦，差一丝儿。哎，跑一个，那不管了，赶紧抠个炮车。开大抠，死神降临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回家了。分离者是10%目标最大生命值物理伤害。我就出三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开坑，兄弟们。给我开坑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杀戮收兵，杀狼那就不要了啊，先打个蓝啊，开扣兄弟们。
OK， 三百九。枯萎炸 Q 一下，枯萎炸怎么的，就你会跑是不，枯萎那咋这老些人呢，上咖喱奥七点血，哎呦谁家火箭呢，卡莎哪去了，卡莎死了，那没事我们继续 Q 啊，枯萎炸抠，哎呀我天，他居然想跑，兄弟我没想到，砸死他，哎十二层没了，真膈应啊，先抠石头人儿，就是就不让抠，是吧？是不是就不让抠？不抠了，我走了。小龙你们打了，这都精神病似的，不让抠算了，我去抠蛤蟆去，打小龙，把龙打了，那第三条龙不要了。过来抓我来，加油吧兄弟们，加油吧兄弟们，我在这扣一会儿，没有兵了吗，兵呢，兵给我点小兵，有没有小鸡儿啥的，哎呀这咋啥也没有呢，这满地图连个东西都没有，真是穷穷死了，谢谢蓝烈汉的阿姨粉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的飞心啊，阿姨你喜欢喝卡布奇诺吗，有没有三郎，没有，哎下路一塔没爆呢，那我们去抠一会儿去，一塔还没掉呢，这还有这好事呢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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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啊十二层，狗头变放大招不就变大了吗，兄弟们三十分钟之内啊不要叫我，我不可能出来，
我们都已经补到700块钱赏金了吗？再见，我不可能跟你们打的，你放心吧，吸就吸了，回家补石头人儿的。兄弟们坚持住啊，我30分钟就出山了，还没到我出山的时候呢。700了，他们要投降了，再不杀就没有机会了，怎么的呢？为啥投降啊？29跟22有啥好投的？我这是没坑完呢。这没人管，都耍着。先回家，哎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啊，真就最后一波了。最后一波了，最后一波了，啊。没事啊，先回家，来人了，你撤。他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是不是有病？有病我给你治治啊，有病我给你们治治，是不是有精神病？是不是有精神病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给我挑飞了呢？购物一波吧，妈个蛋的，给我双招给我打没了，可恶！谁吹波扣了？我早点闪好了，我们的装备没出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不是那么很幼，刚才没出装备，投什么？我还没出山呢。来了啊！再等我一波吧，再等一波，我没等，还差200层，最后200层，最后能有200层，行不行？我最后再抠两波。来了啊，下路咱先抠一波。你先别着急啊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下一波的，这波不行，差最后200层。等我80秒，也就等我1分钟，不用等太长时间，80秒，先撤一走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好，啊，等我80秒，我们正好等个小疾跑。枯萎，抠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没抠死。
说了等我八十秒就不等。再等我八十秒啊！这波没有疾跑，我那洛克萨斯之手一下没杀了。水银血呀，别着急，哎呀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等我们来个小白甲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。哇，嘲讽，漂亮，打大龙，蟹手啊。蟹手的话，蟹手也行啊，蟹手，来蟹手吧，打大龙。这波对面一下来，把对面一团灭，我们继续抠，抠到一千，啪嗒一个抠 ，ADG 没了，正正好好啊，正正好好，不多也不少，跑的有点慢，疾跑一开。枯北一给，蓝盾一给，抠一下，人儿呢？操！哎呦我操，真恶心！出个水银海，妈了个巴子的，这顿控啊！真能控，哎呦我的天，下波 ADC 没闪现，把这皮鞋给他换了，不行了，这皮鞋不行了，我已经能有两分钟之内没有抠过兵了，嗯，我已经有两分钟没抠过兵了。拉克斯装备不错呀，拉克斯中推，我再抠一个，我抠了九百，行不行？再让我抠一个，金克斯还没来呢。900，马上1000，我们赶紧抠个1000。来吧，这波小龙团，17级狗头人，让你明白明白，什么叫无敌。卡莎这波不没闪了吗？卡莎这波不没闪现了吗？跟我来，把小龙打了。就我觉得蓝盾可以换一个那什么，抠，让我抠一下，我上来，先把这洛克萨斯之手给我抠死，我闪现蓝盾接枯萎，你他娘的，你给我跑，你跑，你不挺能跑的吗？枯萎，上，每个人都有闪现。枯萎，那谁好使？挺能跑的，这么能跑。拿下，到死也没抠到1000。给个12，给个12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哎，漂亮，正好拿下1002。评分你肯定不是第一，我为啥不是第一呀？